最近大家都吃透明的东西，所以做了一滴将军的泪。我是小雨，我们在楼下的小店找点透明的东西。这个茶冻看起来蛮透明的嘛，应该很好吃。抹茶味的麻薯好想吃啊！算了，不是透明的。这个小饮料透明中带点浑浊，买来瞅瞅水果区有没有。椰子水是透明的吧？我一直很奇怪，芦荟肉它能吃吗？南方小朋友都吃过，北方没有的白凉粉，哎，抹茶瘾犯了，克制，下次来专挑抹茶的。哎呀，果冻区域的不都是透明的吗？随随便便挑一个，满载而归。把透明的饮料煮开，加入白凉粉。没有圆形的模具，我用了气球。哎，好吧，是我懒得找模具。冷却定型后就可以戳破啦，这也太透明了吧！像姑娘的眼眸，像仙女的眼泪，或者像你们给我的小星星。还有今天的茶冻，水嫩透明。没想到这个透明的软糖真的可以搭积木。关注我，你们还能想到哪些透明的东西啊？